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次要讨论的文章主题是消防安全。消防安全这件事很重要，大家都知道。但你知道，台湾光是去年一整年就发生约28000次的火灾，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次以上。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？这也说明了民众对于安全的认识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，让民众认识宣导消防安全的资讯。从教育意义的角度来看，它跟百货公司的广告、装潢杂志等商业媒体的方向不同。从内容来看，也跟校园科展竞赛完全无关。评估之后就会发现，这篇文章比较适合放在学校综合活动讲义里面。这篇文章的作者用简单的表格、条列式的文字，把居家和公共场所的注意事项分类整理，方便读者掌握资讯。像我们在看问题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很快找到居家消防安全的注意事项，发现只有爸爸具备人离火熄，随手关闭瓦斯跟电源的观念，可以降低气爆或电线走火的危险。从火灾统计项目表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造成火灾原因的前三名，其中一项就是电气因素。而且发生火灾的场所前三名分别是厨房、卧室和仓库，都是会使用到电器的地方。可见火灾除了是人为使用火烛造成的以外，电器走火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文章才会提到，小心用火之外，更应该注意电器导致火灾有哪些因素。为了让大家更重视、更安全的使用电器，作者也特别标示出使用电器三不四要，让民众在使用电器的时候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建立正确的观念，才能确保用电安全。像问题五要找出哪些图符合用电安全，使用电器三不四要，正好就可以派上用场。选项 A 和选项 B 的插头线，一个有捆绑，一个受到重物挤压，都违反电线不扭曲的原则。选项 D 则在同一个延长线上插满电器，很容易造成用电过载。只有选项 C 详阅电器使用说明书，选项 E 使用有过载保护装置的延长线，是正确安全的使用习惯哦。根据新闻媒体报道，内政部统计去年1到11月，消防机关平均每天就要处理76次火灾事故。对于那些勇闯火场、分秒必争的消防人员来说，是多么庞大又危险的负担啊！如果我们可以多花几分钟，好好阅读这篇文章的资讯，并在生活中彻底落实，或许就能帮助辛苦的消防人员少一点沉重的负担。好，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